妹妹来，我们也来品尝百香果。百香果。妹妹，百香果有这样可以吗？好啊，不然太甜。那这样子留样啊。好，可以。嗯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哇，没有了，对，没有了，嗯。我们还可以再吃一次，我们里面还有八颗。小鱼，那个红色的篮子要再拿过来，等一下要装，装完，对，被我洗了。礼拜六再吃，要不然。